好，今天我们要来卖这些东西哦，拿去二手，看一看有些日本的，这是日本的，这里面最贵是这个，这个，还有皮的吧？你刚刚不是说有个皮的包包？那个我买1000多的。你看这都破了，这个很难卖了。看一看它卖多少喽，希望有100元这一袋。OK，我们到了南港，南港的二手，我今天要来，卖衣服，不知道可以卖多少钱呢？试试看，今天来这间二街。鸡蛋它可能状态比较差的话，就不会购买，所以它会造成可能店里会有囤货的状况。哦，对，可惜了，那不然就变浪费嘞，丢掉。对，因为我真的就这样丢掉。应该是只能丢，因为我想说你们的概念不是很棒，就是让更多人喜欢。对，可是因为毕竟它也是要有人购买才能达成这个。对。但是我妈很有美感，是没错啊，可是就是状态的部分，对对对。那只有跟你说4件，那就是总金额的部分，那您看一下。那四个。最后只收了4件，快笑死。OK， 好。哎，我可以拍一下。有的都已经可能要掉皮啊，比较使用痕迹泛黄，发霉的话就这个我妈妈说1000多，她在外国买的，做收购，对，比较不好意思。你们的用意不是很好，怎么结果都不收？我真的觉得，因为这个都已经裂掉，没有办法在卖场上。这是裂哦。对啊，它用久了。那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的话是里面的话有发霉，因为我们没有在做处理，会直接上线。哦。可是你可能整理一下拿过来，我们就会就帮你做手工。哦。对，因为我们的话像我今天其实有擦了一下，可是擦外头而已。对，我们里面的话也会看。这两个是一组的，这其实也蛮可爱的。对，但是它有已经有很明显，它原本应该是白色。哦。太明显。你就卖个20也可以啊。我们没有办法，卖场没有20块上。哦，你们最低是30。最低就是50，很比较少到30。不可以这样子哦。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哦。对，因为我们也会考量卖出去啊。那我们价格对价格跟收购商品都是有规定的，所以比较不好意思。对啊，那我是您可以。那我就丢到那回收箱了。对啊。就只能这样。附近有回收箱可以。在哪里？在那个新华路那个全家对面，米克夏旁边。新华路。我停车场那边，只要你导航米克夏就会看到。这其实还蛮可爱的。对。哇，所以你们还会？对，我想说你们用意蛮好的，结果很多都不收。对，可能再麻烦你，那下次你可以先简单的做筛选，就会。我已经筛选很多了。可能有些会有这样掉屑屑。我跟你讲，那个很夸张的，我已经没有拿来了，我已经是筛选一轮过了。哦，那你可能大概就知道我的标准，下次再帮我注意。对，不好意思，你们会喜欢迪士尼的、哦，类似，对、啊，或是一些那种纹路的。好了，他们很严格的说，很多太旧的污渍不能收，所以其实。只收了4件东西，还要把它全部带回去。这东西我还要带回家，太可恶了。So I'm bringing this is a lot of the bags to the nearest 到最近的一个回收箱，找到了旧衣回收箱，旧衣，旧衣回收箱可以放那个包包之类的吗？Closest recycle bank 不可以回收，鞋子、包包、棉被、非衣物类不行哎。After I come here, I found the closest recycle bank. They just accept the top and the trousers and jackets, even bras, scarf and some hats, gloves, and something is not recyclable, like the bear, the stuffed toys.Sneakers and bags. What?
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提了这袋东西到二手，然后又没有卖出去。We have to go back. Carry this huge bag back to my mom's place. 整袋衣服都要重新再带回去一次了，浪费时间。